发一条消息就够了，不然您发个长恨歌，人家还得给手机充电，太麻烦。你这么一个女人，你还跟我玩欲擒故纵是不是？放手！啊，放手！没听见？他说放手。喂！我先是赞助不要啦。这种赞助，要我看不要也罢。滚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上回在蜡迷的品牌活动上，庄教授你好像说跟于小姐不熟啊。原来王总会说人话，既然会说，怎么听不懂？哎呀，我以为庄教授是不近女色，谁知道也有色迷心窍的时候。那好，于小姐，你呢可以走，但是违约金的事情你要自己掂量清楚。好了，还是跟我的车走吧。啊，要撒野滚回你老家撒去。怎么是我在这撒野呢？凡事是不是得讲个真凭实据吧？啊，一个小小的美妆博主为了上位强攀品牌高管，现身不成就在这儿演倒打一耙的伎俩，怎么说理也都在我这儿吧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手机里可都是有聊天记录的。你有聊天记录怎么了？我是觉得你们美妆博主文化水平不高，我给你发首诗让你学习一下，长长知识。你一派胡言。原来王总来学校是来学知识来的。不过你要学的知识还是让警察教你更合适。那又怎么了？我不就是碰他一手一下吗？还要交钱啊？只要是令对方感到不悦的肢体接触都算性骚扰。你要是学不会的话，那就让蜡迷学吧。还不错，有这习惯。等等我。到了。对不起。没想到文质彬彬的庄教授还会说滚呢。刚刚谢谢你哦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想带着满天星光为我闪亮，在我的瞳孔。没想到庄教授表面上对我不理不睬，暗地里把我的小纸条贴身携带哦。懒得扔而已，正好物归原主。你今天的作品好帅，建议你拜有酒哦。一颗心弹奏起夏日里的狂想，没目的乱撞，快找不到方向。谁呀？来呀！大半夜的，什么风把庄教授吹到二楼来了呀？难不成是想我啦？不好意思，耽误你办大事了。我能办什么大事？真是个好玩。哎，小鱼，你们这是要结婚啦？哎呦，恭喜！不是，奶奶你误会了，我们正在处理邻里纠纷。哟，穿着婚纱倒是少见，难道是处理邻里情感纠纷？哦哟，小伙子，你们就大度点嘞！小姑娘嘛，红红
好了呀。啊，奶奶，谢师培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解决邻里纠纷。还真有邻里纠纷，张教授现在也会开玩笑啦。厕所的水可不是在开玩笑。嗯？糟了！棘手的问题，你在外面等我吧，在外面等我。哎呀哎呀，太冷了，哎呦！还挺乐观。哎，那个教授，你能不能帮我脱一下婚纱？这算什么？邻里合作呗。对呀、啊，邻里合作，哎，反正是很正能量的活动。我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，这个拉链怎么都拉不开，你帮我拉一下可不可以？我。帮我拉一下吧，谢谢。好了。你就在这里等我。好了，出来吧。走，去定损。天哪，这些东西要全部换新的，得花上他半年的工资了吧？实在是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这么严重。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怎么负责？反正就都会报销给你的。虽然我马上也要断粮了，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啊。完了完了，苎麻质地泡了水就变硬了，这六位数的婚纱。尊敬的虞美人女士，感谢您一直以来对鸟类公益事业的支持，本月已收到您的捐赠额50000元人民币整。世界上最完美的男人啊，请你告诉我，我现在还有什么饭可以掐？清水村的绵柔巾广告，不过你要回去拍广告，万一碰上你爸妈，你骗他们当老师的事儿不就暴露了？去不去由你啊。我去。
时张牙舞爪的，怎么一点风吹草动吓成这样？谁下了？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我们余家的老宅，走，赶紧进去参观参观。你这个地方啊，倒真值得参观参观。我说庄教授，都说事不过三，我们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巧遇，说不是跟踪都没有人相信吧。跟踪也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。哎，既然你来都来了，不如陪我回家见趟爸妈吧。你爸妈我已经见过了。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爸妈？不凑巧，听到了他女儿的电话。我听说村子里多年没人住的房子容易。容易长爬山虎。你吓死我了你。爬山虎招蚊虫，对墙体也有损伤。原来那个声音是墙体脱落的声音啊。我今天穿了一天的玩偶服，所以才会有这。张教授，你突然间这么关心我。我都有点不习惯了呢。你的自作多情我倒是习惯了。真的吗？英俊潇洒博古通今的庄大神，既然本尊都已经到了现场，哪有不陪人家回家演一场的道理吗？本尊也可以另有其人啊。虽然我总是麻烦你，但你帮我这一波也不亏的呀。你想呀，回家之后你说你是我的男朋友，我爸妈肯定就给你免了房费啊。我还没有穷到要卖身的地步。干嘛要说卖身这么难听？你帮我，我帮你，24字核心价值观，这属于友善。友善的前面应该是诚信吧。倒也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。这也是善意的谎言。不对不对，这也不全都是谎言，至少我这颗爱你的心可是 24K 纯金打造，绝不掺假，真真切切的哟。妈呀，我也太做作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好痒啊。我找一下药膏啊。没有药膏啊。哎，庄教授，你那里有没有药膏啊？什么人啊，真是指望不上。啊，你帮我订个无人机。对，快点。听远方，小也有小的好处。张教授，张教授，过来帮我一下，我的头发卡住了。张教授，一定是月老在我们之间牵了红绳，看在那么有缘分的份上，能不能守望相助一下？你学语文。应该没少让体育老师操心。谢谢。谢谢你帮我踩的地鱼，你看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感谢庄教授的大恩大德，小女子没齿难忘，无以回报，就只能一生相许啦。免了吧，于小姐。我无福消受。啊，那我浑身上下就只有这个了。给你。苹果树生产一个苹果
需要耗费50片苹果树叶的能量，不要浪费地球资源。你拿着不就不浪费了？什么情况？进度条这么快，怎么化主动为被动的？淡定，淡定，淡定。以后走路小心点，再走歪了没人救你。虞美人 ，be professional， 你可以的。张教授，地球是圆的，就算你往那边走，我们还是会相遇的哟。昨天的苹果你不吃，我吃。你不对，我没化妆，他应该认不出。有些人跟孙东君您道话，这不需要算您的吗？我站出来了，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？来这里有所求？事情进展的好像不太顺利哦。哈，突破瓶颈的关键是两个字，女人。千万不要拒绝亲戚。千万不要拒绝任何对你主动的女人哦，这个对你疑惑的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。嗯，你不相信我？你上山的时候应该路过了八个弯、四个坡道、三个草棚，但是还没有找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还知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数到十，这个万民的天空就会挂着一道彩虹哦。好了，雨停了，我们走吧。困，我说什么？我是最有彩虹吧？喂，我再提醒你一句哦，下山的时候走靠左边的那条道会更容易走哦。我先走了。你的马甲掉了，虞美人，你的马甲掉了。谢谢哦。啊，太尴尬了吧！现在申请原地拒绝还来得及吗？八戒、悟空、沙僧都不在，唐长老任我处置了。你干嘛老是吓人啊？是你时刻出现在我周围更吓人。好啦，不开玩笑，说正经的。昨天我不是跟你说的那件事吗？我又加了一个新条件，保证对你只赚不亏哦。你不是要向导吗？这山我熟。
老于，哎，借我一只不吗？啊！妈，你有看见我的哑铃吗？我的妈呀！哎呀！小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surprise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吧？妈妈还想起来了。这是他就是我的男朋友张宇。真是你男朋友啊？是呀。那是你们两个分开回来？我们两个平时工作都比较独立，不太会过问对方的工作的。这阵子不是比较忙吗？我还没来得及给他介绍我们家里的情况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见了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！庄教授，你这次帮我一下，你的大恩大德我会一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。自己编的瞎话，哭着也要圆完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不是让你帮我吗？清水山的路可不好走，没本地人领路，找不到东西是小，万一人丢了可怎么是好呢？看来你对丢人很在行了。小美，嗯，你是不是应该介绍一下我们啊？正式介绍一下，我爸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弟，这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男朋友啦。看在黄花浩的面子上，拜托拜托。妈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难不成你还觉得我在骗你吗？你们好，我是庄宇。啊，不得了了，铁树开花，庄酸居然会助人为乐了。哇，这不都怪你吗，小美？你也不事先跟我们说清楚，一家人搞这么麻烦。小庄啊，那个房费啊，阿姨退给你啊。阿姨，小庄这个人做事很讲原则，钱还是收着吧。这样啊，那。哎，小庄，你是不是饿了呀？我让你叔叔给你下碗面，我们一家五口啊，坐下来好好聊啊。妈啊，已经到小庄睡觉的时间点了，他现在该去睡觉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啊？姐夫都这个点休息的呀？这几天路途奔波累着了。妈，你赶快去跳广场舞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对，你看看王秀梅他们还等着我的音箱呢。哎呀，小庄，明天中午咱们一块吃饭啊，尝尝你叔叔的手艺啊。嗯，没问题。快快快，你们两个送送我。啊，对对对对，送送送送送。不扫自己门前雪，只管他人瓦上霜。哎，我自己家乱点有什么关系？总不能让亲爱的庄教授受委屈吧？您的涌泉之恩，怎么着也让我滴水相报一下，不然我这心里啊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还有你过意不去的时候。哦，对了，明天见爸妈的时候，你那个词别忘了，要不要对对台本？行。嗯，不要也行，相信凭庄教授对我的了解，一定能把我妈蒙过去的。不过你放心，这忙你帮了我也不亏。这个山上啊，我以前天天上，什么花呀、草呀、树啊，我了解的一清二楚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想要找什么，我都能帮你找到。
只要庄教授，总不能每次都让我主动吧？当向导睡不了懒觉，而且山上路不好走，崴脚了没人陪。这你放心，就算穿上高跟鞋，我也可以如履平地的。明天中午餐厅见哦，我们见啊。小美和小庄呢？哎，美人姐姐，那你和庄教授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我听说他还有一个粉丝群，居然一点风声都没走漏，这很奇怪哦。哈哈、啊，那你的意思是说庄教授配不上我喽？这么说好像没错。看来庄教授要好好感谢我，拯救了他的人生哦。那庄教授平时跟你在一起这么闷吗？没有啊，庄教授的表情还挺多的呢，他可喜欢皱眉头了。啊。不仗义啊，庄教授，昨天还说不认识什么绝世佳人，怎么今天就变成你女朋友了？可能我们对佳人的认知不同吧。那倒也是，庄教授最新职务，对别的认知可能差了。庄教授可能是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。芝兰还挺会给自己贴金的。陈让，实事求是而已。行了，你们继续，我先走了。庄教授的脸怎么这么臭啊？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这里只卖茶，不卖醋。这个售货机里的饮料是有一点少，不光连醋没有，连我最爱的小森林都没有，简直是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不知道庄教授你喜欢喝什么口味啊？我们可以一起。什么嘛，这怎么没有礼貌，说走就走。你们关山啊，我错过了什么？迫于压力屈打成招吧，哈哈。装蒜的还答应明天要跟我爸妈吃饭哦。这不就是电视剧里我最喜欢的桥段吗？别说想你了，你要是方便和我。没劲，你怎么知道往右看？除了你，还有谁这么无聊？这是不是说明我在你心里还是蛮特别的呢？特别无聊。切，不承认算了。哎呦，你这么早就来山上采样了？看来，我要重新考虑一下向导人选。不行，我看过了天气预报，今天有雨，知道你进不了山。我这个人的工作态度你放心，说到的事一定会做到。走吧，回家吃饭。啊，铁锅放这儿，放点茄子放在这儿。啊，铁锅放这儿，放点茄子放在这儿。哎，好了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来来来，来坐下来。快来快来。来来来来，你爸有客人就是不一样，这么多菜，特意给你炒的，你最爱吃的茄子。哎，小庄，别客气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赶紧坐，赶紧坐。哎呀，你看啊，叔叔也不知道这些菜啊合不合你的胃口，先尝尝，多吃点啊。好，来来来，这个茄子就是得吃爸做的，够正宗，够辣，来，你尝尝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冒冒失失的样子，你能不能学学小庄稳重一点啊？小庄是冰山美人，就喜欢我这种活泼可爱的。哎呦，那你说的，来来，小庄尝尝这个，这个比较爽口。谢谢叔叔。哎，别客气啊。哎，小庄啊，
你和小美在一起多久了？两个多月了吧。哦，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同事呀，当然是在学校里面认识的。小庄是全校女同胞眼中的男神，我对他也是一见钟情啦。小庄啊，那你到学校多长时间了呀？有3年多了吧。哎，那你们是同时啊？你们怎么才认识呢？啊？全校人那么多，我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认识。哎呀，你刚才还说他是全校女同胞的男神，哼，全校都认识了，你会不认识啊？啊？他平时专注于工作，而且我也不算什么男神。小庄，你说你太谦虚了，你不算男神，谁算男神啊？你看看你，要相貌有相貌，要学识有学识。我跟你说，有你这样的女婿啊，有你啊。妈，说啥呢？小庄啊，我冒昧的问一下。妈。小庄啊。我冒昧的问一下，你喜欢小美什么呀？我喜欢她简单直接。记得打给我哟。全心付出，不计后果。还挺乐观，性格活泼，处事机灵。哎呦，小庄啊，你这个眼光瞄太好，一说我们家小美从小太优秀了，又聪明又伶俐，这十里八村的阿姨啊婶婶那排着队啊到我们家来提亲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小美出生的那天，如天空飘满了彩云呐。妈，你在说啥呢？哎呀，阿姨真是太高兴了。你看，阿姨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。哎，小美你知道的对吧？你快给人小庄加加菜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太知道了。芹菜、大葱啊、生姜，这些都是小庄最爱吃的。喜欢吃就别犹豫，还有一盆呢，没事。姐夫，你这个口味多少有点奇特啊。你姐夫是植物博士，会养生。没事吧？哦，对哦，你们都是博士，那一定有特别多的共同话题吧？那当然啦。左膝左拳头。不容易，还知道当了博士之后才能当导师。虽然头脑简单，但这些常识还是要知道的嘛。人字头上一把刀。快吃快吃，吃完了你爸还给准备了水果，准备好了啊，待会儿咱们吃水果。什么水果还要来院子吃？晒晒太阳嘛，是吧？妈，我穿的毛衣好热哦。你跟小庄在一块儿穿那么多干嘛？小庄可以温暖你的，是吧？我来。哎呀，有。哎呀呀呀呀，
哎呦呦，其实平时小美在家那个做家务活做的挺麻利的，就今天你在这儿她有点紧张。来，爸爸，爸爸签。啊，要不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没事，叔，我来吧。哦，好，好。哎呦，你别说啊，哎呀，小庄这手真是巧啊。学植物的签那么多年样本还签不明白，也别当教授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人家堂堂的青年长江学者，大材小用给你切水果，他不给我切，给谁切啊？对吧？日行一善罢了。啊，大美，哎，小庄啊，你看看啊，这是小美小时候的照片，女大十八变，你可能都认不出来了。哎，妈，你怎么还留着这个？别给他看了，不要让小庄看我的笑话，好吧？哎呦，怎么会笑话你？他小时候特别可爱，你看看，这是幼儿园的时候样子，看这小样儿。哎，这张合影，你猜猜哪个是他？好嘛，我认得住。这个。哟，你怎么一下就猜到了？这个吃相。跟他最像。天庭，往后翻翻，往后翻翻，后面还有我姐高中上三好学生的照片。哎，你姐夫来这可是来搞那个科研工作的，你怎么能影响他工作呢？走，我先送你回房间工作去。哎，这水果还没吃呢。没事，我等会儿切好了给他送过去。你姐还不好意思了。看来小庄教授怎么没有关门在等我吗 ？Surprise！ 今天的表演不提供返场服务。返场？不用不用，你表演的辛苦啦，来吃点水果放松一下。谢谢。哎，你这个拼图都长一样啊，这怎么拼啊？有事吗？你刚刚说的返场服务能不能买一赠一，陪我去趟满月酒？附赠的机会吃饭的时候已经用过了。哎呀，我就是看这几天天气不好，一直都在下雨，你也上不了山啊。你一个人待在家里也会很闷的嘛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其实这个什么满月酒我自己也不想去，都是我妈跳个广场舞跟演权力的游戏似的。还有事儿？有，谢谢你啊，你今天没有揭穿我。主要是博主这个职业我爸妈也不太能理解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没有安稳工作他们也放心不下。还好他们平时不怎么上网，虞美男又是个汉子，不然就凭我这个网络知名度早就被拆穿了，不是？对不对？好吧，那你先忙吧，我走了，走了。不是有多气，肯定是你也太可怜了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，恭喜啊。哎呀，是哪来的美人啊？哎，我的女朋友长得漂亮吗？啊，太不好意思了，你们可是连名字都一起写在黑板上的情侣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就是今天那帮同学肯定也都会去。其实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了，我姐是说不要打扰你工作，你就当我没说好了。这些东西是你自己要给我看的啊？他对过去这么介意，应该不会让人看到这些。但是他一个人去我真的不放心。跟我喝一个，准备喝酒。这杯我跟美人喝交杯酒。哎呀，这可是你孩子的满月酒，你就让他们这么胡闹？要不是你过来出风头，他能这样吗？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
小美是你妈妈请来，我们是来祝福你的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哎呀，二丫，你也不用太生气，就像虞美人这样凶巴巴的，哪个婆婆能看着她呀？你有老公有孩子，不比她强多了？就是啊。你们知道老子为什么写《道德经》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老子愿意。哎呀，怎么说两句话还急了？就是这么开不起玩笑。小美，啊，她男朋友还真过来了。工作耽误了，怎么走也不叫我。你不是说你没空不来了吗？你知道老子为什么写《道德经》吗？智商，找个男朋友大学教授。小美以前可猛，天天跟人打架，还自创了套拳法叫……哦对，于是拳法。来，小美，给大伙露一手。你别听他胡说，这么没用。没能早点认识小美，是我的遗憾。不过，小美的男朋友从始至终都只有我一个。啊，男朋友不擅喝酒，我来替他喝。男朋友怎么着，羡慕了吧？你呀，那么多钱花脸上有什么用？喝完了，啊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我跟小美单独来一个。哎，小美，小美，走。哎呦，怎么样，这酒量不错吧？缺少发酵风味，但凡离得近一点，就知道是葡萄汁了。哦，你眼神也不错嘛。管他呢，能蒙混过关就行。你先坐一下。甜甜，照顾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好嘞。妈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不吃饭了？真是大城市待惯了，村里饭都吃不下去了。狗婶，那是谁呀？小美啊，不用搭理她，狗飞那丫头。你干嘛？要找茅房啊？那呢，去吧。谢谢。哎。哎，干杯。奇怪，这人怎么有点眼熟？回来了，我去上个厕啊。张教授，民俗风情考察的差不多了吧？该走了吧？哎呀，庄教授，你看这事儿搞的，真不好意思啊。如果我事先知道你是他们家的女婿，我说什么也带你上班。没事，张叔，可以理解的。张叔，这都怪我，怪我没有告诉他我在村里有多么的受欢迎。是我眼花了吗？装蒜的居然笑了。来来来，这一杯叔啊，敬你两个，叔先干为敬啊！来来来。哎呀，那是白酒。哎，小美，怎么了你？没事吧？张叔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啊，好，慢点啊。候鸟飞向森林里，在光线中穿行，遇见雨后的天气，遇见某个人，偶然的回忆。啊，你面子也给够了，差不多行了吧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红酒喝不了的人，白酒喝这么快，必定是早有准备。
错嘛，庄教授，对我够了解的，看不出来平时冷若冰霜，关键时刻这么会。做戏做全套。那你演技可以哦，简直就像是踩着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。那还是比不过会一式拳法的英雄。哎呀，我哪里会什么拳法，人家可是很柔弱的好吗？不过还是感谢庄教授特意救我于水火。明知是水火，为什么要去？我也不想来的呀，但既然来都来了，总不能像从前那样灰溜溜的逃走吧。再说了，这不是有神兵天将吗？昨天晚上我夜观星象，观出来关键时刻必有贵人。哎呀，庄教授，助人为乐是好事，不要不好意思嘛。来，庄教授，来喝口水。我还观出来你喜欢喝水，而我是由70%的水组成的。你喜欢喝水，就等于喜欢了70%的我哦。那你跟他的相似度挺高的。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么会算的话，不如算一卦，明天7点上山，你会几点起来？7点？那也太早了吧。商量一下，晚一个小时好不好？不行。那半小时呢？晚一刻钟啊。你跑加10分钟，什么9点9分钟，8分，7分钟，你弄不能再